今日咧首次咧第一日咧就帶部 Canon M50 咧就出嚟試下第一次嘅自拍啦。咁咧就係好奇怪嘅，因為咧我係未試過咁樣有咁大部嘢咧喺度對住條街咧自己同自己喺度講嘢嘅，同埋因為呢部機咧係Sigma嘅15 mm 1.4 光圈，咁所以咧都幾重嘅其實，要伸到好直嘅手咧。 咁感覺就好似同埋唔係好習慣自己望住個鏡頭啦，同埋我今日帶埋隻狗出嚟嘅。高麗情況之下咧，我哋搞一搞個 ND filter 出到嚟大街，真係唔係講笑啊！哇，大佬伸到隻手好直嘅時候，因為真係好重啊部嘢，我開頭以為屋企自己揸住呢。